来不？收罗，可以。阿恒想收罗，那就陪他打两把，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国服第一上单诺克。狠话已放，兄弟，你到不了三级。GG。正片也才刚刚开始。是个明智的选择。是不是在对面了呀？他不会在，不会吧？他不会排到对面去了吧？兄弟们。他玩他对面也上单十只狗，好像是他，兄弟们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要不然是你，不好意思。他骗我，就是他，兄弟们，这个就这个诺手就是他，兄弟们。十秒去对面去了，他在对面去了，兄弟们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这是好事儿啊，这素材不就来了吗？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，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，人前摇扇，屏幕拍桌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，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，刀光剑影没了多少时间穿梭，且看那恐怖的压制力纹，上有风尘，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，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，要被他猎杀了，兄弟们，这个人太大了，真过人，救命啊，两个闪现，两个闪现，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，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，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时间坎坷，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，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去落问，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，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，那美女多娇爱看英雄，道尽了江湖的血雨腥风，城中楼阁几经风霜，天涯游子一梦荒凉，神鬼之意荒唐一场，谈笑一段半生疏狂，江山一老妈几度斑驳，痴儿侠女奈何情多，酒剑随马他乡一刻，白衣不见桃花如昨。哎，你俩给这个唱的，哎呦，嘛时候是进门地呢？弟弟，赶快呀！